背上行囊，走进雪山，踏足人类生存的死亡地带。我喜欢登山，非常热爱雪山。极端的环境，举步维艰。攀登18年，张良经历过雪崩、滑坠、滚石、塌方、冰裂缝，经历过每秒41米的狂风，-50摄氏度的极寒，83度角的陡峭岩壁。这个位置上，他35次攀登26座雪山，9次放弃冲顶。再见，雪山。他经历4次重大山难。雪山，山地。亲眼看到12位攀登者遇难。我一定要去完成这个挑战。超越梦想，永不止步。2018年5月26日，一架滑翔翼飞机掠过阿拉斯加无垠的冰川，飞向北美最高峰德纳里峰。飞机基本上贴着山峰在走，哇，太震撼了。这位凝视着窗外的乘客是来自中国深圳的登山探险家张良。到了，定那里。飞机降落在德纳里的登山大本营，走出机舱的张良神情显得有些轻松。没了。给我的感觉呢，眼前一亮。哎呀，很热闹，很干净。主峰应该在那边是吧？张良此行的目标是攀登北美洲最高峰德纳里峰。德纳里峰海拔6193米，位于美国阿拉斯加中南部，靠近高纬度的北极圈，昼夜温差大，空气极度稀薄，气候恶劣，雪崩频繁发生，再加上山势险峻，已有100多人在此遇难。因此德纳里峰在圈内又被称为登山家的墓地。德纳里峰，这也是张良14+7+2探险计划中的最后一个挑战。14+7+2，即登顶全球所有1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山峰，登顶全球7大洲最高峰，以探险徒步的方式穿越南北极点，这被称为人类登山探险的终极梦想。如果张良能够登顶德纳里峰，他将成为中国第一位完成14+7+2的登山探险家。这个睡袋放到背包里。14座8000米，听起来是个数字，实际上是我无法复制的人生经历。真的是值得好好的去回忆。对张良来说，攀登德纳里峰不仅是圆梦之旅，更是一次追忆之旅。今天第一次行军，当拉练。从海拔2000米左右就开始攀登，有4000多米的高差，同样有它一定的难度，是另外一种挑战，可能不亚于14+8000米。张良和队友们从海拔2200米的大本营出发，依次经过海拔2400米的1号营地、海拔3400米的2号营地，随后翻越摩托车山、松鼠山，穿过风口，抵达海拔4270米的3号营地，之后爬上头墙，翻越一段暴露的山脊，抵达海拔5240米的4号营地。最后等待合适的天气窗口完成冲顶，这将是一段艰难而漫长的旅程。公共物资还有个人物资还有帐篷睡袋的，全部要被运到高营地。
包很重，五六十斤应该。物品补给总重达一吨，在接下来的20多天里，张良和队友们需要将这些物资分批运送到各个营地，同时反复拉练，进行高海拔适应。走了一个半，快两个小时才休息。登山以来从来没有这么遭罪过，这么辛苦过，背这么重的大包，每一次都是不同的考验。从大本营到一号营地全程5公里，张良和队友们拖着上百斤重的雪橇，背着60-70斤的背包，穿越了好几个雪坡之后，大家的身体都出现了状况。算是不大不小的，都有点问题。像这个脚底下这个，你看这都隔着这个胶布。哇，这个有点惨，我都没想会这么惨。下的时候那个高山靴挤的那个这个位置剧痛，这药都给用完了，后面还有漫漫的长路要接受一些考验。没那么容易，每一座山峰我们都不敢轻视。我们看似很平静，但是你没有想到，当你在接近它的顶峰的时候，它的这个威力和凶险。2015年去了欧洲最高峰额尔布鲁士，海拔不高啊，5400多米，感觉到就是一个滑雪场啊，甚至像一个馒头山。现在还很长。这样一个5000多米的一座雪山，同样遇到了危险。在接近它的顶峰的时候，遇到了非常强烈的暴风雪，暴风雪的状况不亚于8000米这种感觉，当时非常强烈，就是举步维艰。接近顶峰的时候还差大概不到200米，所以我们最后2015年额尔布鲁士反而没有登顶。所以我们经常说啊，不会轻视任何一座雪山，不会轻视任何一座山峰，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实际上每一座山峰都有它的凶险。开始了新的一天的征程，早睡早起，身体好。早上9点，张良和队友们就从一号营地出发了。尽管距离二号营地的直线距离并不远，垂直爬升却超过了1000米，汗流浃背的，这汗都顺着鼻子往下擦，好热，包也很重。差不多有60斤以上，我估计。今天是我十几年登山以来背的最重的一次，肩胛、我们的腰勒的都剧痛。经过4个小时的跋涉，队员们抵达了二号营地。卫冕物资被突发的风雪卷走，他们到达营地后要挖坑把物资储存起来，插上标志旗，张良和队友们终于可以得到短暂的休息。
不要错过任何美景。这种白色的加上各种颜色的帐篷，所以看起来都是作品，都很美，都很漂亮啊。我遛个弯儿，在周边走一走，特别喜欢这个山里的一种状态，跟这个喧嚣都市、钢筋水泥的这样城市有很大的反差，内心放空一下，回忆一下。南迦帕尔巴特在我的攀登生涯里边也是非同寻常的一种经历吧。2013年的6月23号发生了一次非常惨烈的恐怖袭击，11个登山者被打死。他们就是在这个地方，在这块大石头下边被枪杀。除了山峰的难度，这个恐怖袭击对于我们攀登者同样心理上有巨大的阴影和压力。我都不敢踏踏实实的睡，搭帐篷都多了一个心眼儿，搭的靠冰川那边，拉链我都是拉开的，有动静的时候第一时间穿上鞋就跑，处于这种精神高度紧张的这种状态。说心里话，山已经很难了，还有这样的额外的这样的一些困难和危险，所以在大本营稍事休息，我们就开始冲顶。著名的南迦帕尔巴特隐蔽路段。非常陡峭，非常陡峭，而且非常漫长，非常漫长。当时从6800冲到7918米的时候，已经30多个小时了，觉得不能再强攻了，万般无奈吧，然后最后放弃了冲顶。想睡觉啊？我刚刚都睡了好几觉了，激烈一下一觉，一激烈一觉。睡不动啊、不是，这咯噔就睡着了。是啊，咯噔睡着了。43个小时，到最后都已经走路走着走着直接倒了，就睡着了。要不没有绳子接住，那就没了，就根本你就无法自主。哦哦哦！那怎么行呢，张哥？嗯。鹰马下来，赵大叔挖个雪洞，咱们。四个人这样挤一下，要不然走肯定走不回去。是。要冻也都冻死了都。这气，这气。已经往下来了，我的手已经不行了，不行了已经。7918米回到了。大本营能够安全回去，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今天准备向 C3，应该直接到 C3了。加油！加油！加油！从3400米高度的2号营地出发，随着海拔的上升，空气中的含氧量逐渐降低，高纬度地区空气更加稀薄，在这种环境下负重爬坡，对任何人的身体素质都是一项不小的考验。
走进这座巨大的穹窿状山体，地形变得更加复杂起来，隐藏在雪层之下的冰裂缝开始逐渐显露。地那里它有很多小的山峰，包括无数的这个冰裂缝，裂缝的威胁还是挺大的。很漫长的一段金塔林路段，包括很多冰裂缝。危险的地段。来回。快说。走着走着扑通没了一个人，掉下去了。这样的冰塔林里面穿行大概十个小时。往前，等一下让他拽。OK 进去没事。喂终点有一段都是那种巨大岩石或者是陡峭岩壁，还是有很大的难度。我们正在穿越著名的 Japanese Call。 天气也非常不好，能见度非常低，接近顶峰了。会使你攀登者这个冰爪无法踩住前面，带到滑坠，所以危险性也是很大的。说真的被那个流血冲击，同样会有生命危险，想起来也是很后怕。Very hot. Yeah. Very hot. Yeah, that was. Very, we climbed fast. Yeah. That was a good pace. No. Sweat. Yeah, too sweat. Too sweaty. Yeah. Yeah, and this too. You can take that off. 又热又累，不是一般的累，出汗。汗流浃背的，然后这个包也很重，基本上可以砸地一个坑。没等张良擦干汗水，云层就遮蔽了太阳，气温骤降，着实让人领教了德纳里峰极地的温度变化。刚才都犯困呢，高反了都。一个半小时，这应该是我们的三号营地。风大，风一位这个方向，一个方向吧，感觉是一个风口，天气非常不好，非同一般。风雪突如其来，张良和队友们决定在三号营地休整，等待下一个天气周期，再上四号营地。遇到这种极端恶劣的环境，第一反应就想起了2010年倒拉基里，你知道吗？天气一直不好，下了大雪，
我们的营地帐篷也是积压了厚厚的白雪。下撤的时候，这个雪还是都是横着飞的。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接组。天气非常恶劣，基本上看不见人了。又是雪又是雾的，我们顺着线路找一找。哎，先把机长找出来。哦，机长在这儿。看两个在那儿。哦，在那儿，远远的，看到了现在。滑坠了，滑了很远，也滑了很远。队员，一定要解组，一定要解组。等到了傍晚6点钟变天的时候，李斌第一个出现状况，我觉得是他应该是很难受，或者是高反的一个状态，很辛苦。他把氧气面罩拽掉了，拽断了，氧气面罩看没有了。韩鑫大概滑了50多米，就滑到那个下边50多米。他们夏尔巴下去看到韩鑫，但是已经死了。李斌他当时还跟我说，他说梁哥，我明年还一起登。我说好，没问题，明年一起登。然后就这样说，但是到最后，算是我人生，攀登这个过程中的第一次山难，一种刻骨铭心的一种感觉，非常非常强烈。我们从来不敢用征服两个字去形容登山，我想登山就要付出代价，稍有不慎就是生命的代价。从大本营到3号营地，张良已经完成了4000米的海拔攀升，接下来的两段行程将是此次攀登最艰难的路段。Still above zero. I think we can skip a full rest day here and get gear to 16, get that ball rolling. Hopefully we can one load all the way to 17. Yes, yes. If we need, we can come back down, get more, and go back up and stay longer. Great. Right? Great. But that gives us 6 days at high camp to find a window. 这就是所谓的 head wall, 头墙，这段线路应该很虐，顶峰就在后面，很近的距离了。行程过半，顶峰就在眼前。14+7+2登山探险计划的最终时刻，张良能否顺利完成挑战？